世界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只要你回头。我只会为年薪1000万以上的人停下来，跟所有其他男的都切干净，瑕疵品会让人很不舒服。我不是你讨厌卡梅的工具，我不是你的小丑。你们现在不要走好不好？我谁都不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求我？SBL 季后赛，公式要你。